2024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6号到8月18号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登场。文化局宣布童玩护照即日起开卖到6月21号，非宜兰县民的预售价是400元，而全国的国中小学生以及身份证字号开头是 G 或是涉及在宜兰县的县民，都可以用100元的价格无限畅游园区，相当的划算。